这是传统的手法，卷起来，轻轻的按下去，再拉一下，再按下去，轻轻的搓一下，然后接口一条线就可以了。这个面呢，给它稍微沾点粉，来稍微轻轻的拍一下，把气抬掉。拿起来后呢，给它说上稍微把气抬掉。这个排气呢，快点，然后非常的粘手。换进去。